要分解动作了，换脚就要分解动作的啦。你要等一下脚抽筋了。好，那先分解一。哦，分解个三次就可以直接踢。好，二。哦，脚夹高夹高哈，弹出去哈，定点力道出来。我要定点哦，定点力道要出来。有人开始在软脚。好，尽量踢高哦。哦，真心你都乱踢。要侧身哦，臀部送臀，臀部要送出去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臀部要送出去齁、哦、对臀部送出去。对呀、啊、你是偷懒 不是不会齁、哦、不可以偷懒。好，那就站侧身就好了，站侧身，站侧身，直接后踢，对，就直接后踢啊。哦，一转身，二直接踢，然后就回来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二就踢啊。哦，二。然后就回来啊，对啊，然后就回来、啊。怎样？乌龟身上有点点，有褐色啊。
你们转身要踢前面才对啊，怎么后踢会踢后面呢？